我问你，你是有搁在避嫌吧？无啊，你去处理你叫我做的代志啊。妈，咱即马静个只，无鸟气啊。无鸟气，俺搁有锁啦。阿林啊，你啦。我。你莫想讲哦，你做啥物代志，大家唔知影。你想跟迄个同学搁在约会啊？人家讲安尼安尼安尼。那你这讲还有证据啦？要证据啊！要证据，你去里长办公室叫伊打开监视器，你有看到证据？啊，你无代志去里长办公室叫伊打开监视器，看要创啥啦？我无去里长办公室叫伊打开监视器，那我发到看到你安尼安尼安尼。好热。当然，下次里长记得选王虎尔倒沙缸诶，打开监视器我来看，而且有一只狗，你摸摸摸。阿妈，你讲这要创啥啦？你当初我早就伫美国啊啦，我搁选伊。那你忘恩负义，好，继续。为什么叫人去钓的金童蛇？啊，代志不是你看的安尼，你无听阿玲咧讲，有当时吼，伊咧拍片，女主角爱金这个了，搁金迄个，啊，金这个有当男主角食蒜头，搁薄冰凉脆臭臭，导演才讲，啊，无你用借位方式来拍。哈，借位？对啊。啥借位啊？好，来，我来排戏哈，啊，你要互相叫名字哦，然后就给他亲上去的啊，来，我们排戏，排戏，来，预备 ，Action， 嘉文，一环，嘉文，一环，嘉文，导演，他真的给人家亲下去了，我这个上。要拍戏借位不会咩？借位借位，懂不懂？这样子哎、欸，遮住就好了，不要碰蛋哈，这叫借位哈。啊，安尼哦，骗我唔知呀，我没有看到你安安安安呀，安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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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金嘞。哎呦妈，好啦，我是有金啦，啊，我嘛是国际勒索啊。你嘛知我留洋的啊！你放羊啦，放羊的孩子白吃吃啦！叫家孙知影你在死啊！你我跟你讲，啊，那伊未知啦，伊才未跟咱回聊代志，好无？家孙你来啊！对不起，妈，你哪惊啦？卖个见面啊啦！如今如有代志啦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伫这机票搞，我常常你等一个，等一个。知啦，知。紧啦！饿啦。